他是说内衣先点，然后再点肩胛。好，这是40%的，跟刚刚一样 ，40% 过的几率蛮高。点肩胛，先点肩，你要先肩胛吗？好，肩胛先。40%， 来吧。第五下点。第五下，没问题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走。过了，太棒！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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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喝个红酒庆祝一下。好，现在换内衣吗？没有，继续点。继续，继续，好。嗯，几趴？二十几？32%，还是很高。32%，对，还是很高。哇，你看七七爽成这样，他那边6哎。好，第三下点。第三下点吗？没问题。32%，一、二。三加六过了，加六肩胛又提升了哦。对，跟我算一样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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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几趴？现在加七是26.67%，完了七七高潮了。第四下，第四下吗？再上一、二、三、四，26.67%加七。肩胛又过了，哇，怎么回事？坏掉了，加七肩胛大提升，完了，狙了，减伤还多一，多还剩多少？已经上电视了，其实不用再点了啦，上电视了，22.88%，还是很高。你不考虑搞一下别的吗？这应该是上电视了吧？第六下没有，不要停，第六下，继续来，不要停，好，不要停，是不是？第六下来，对，来，一，二。三、四、六，好兴奋！我觉得会有加八哎，我真的觉得会加八。加八，加八！我靠！干呼啦圈！我操！多恭喜！哎，你这个有特效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个呼啦圈在转。我知道。好夸张！我要拍照。那个荒魂还不敢给我点啊，荒魂再看看啊，你再看看不给我点啊，就不要点啊，看你怎么爆。加九20%还是很高哎、欸，哇，20%还是很高。为什么觉得你今天会加九啊？好扯哦。那现在这个你要再拼吗？你要再冲吗？加八已经是很顶哦，已经是超顶的哦。加八还有加九吗？有，就加九是极限，还可以加九，最高加九。可以加九，可以加九，20%成功率20%也是蛮高的，对你来说。第八下，你点第八下，第九下点吗？第没有。第八下直上，七摸八直，好 ，OK。一、七、八，九。